好，来吧，我想要再来上一个狂战士啊，我们直接来打好了。我总觉得应该算挺 OK 的才对，那就来吧。先给我这个，给我这个，然后给我这个又两块哦，全部打折，怎么能不选？血量减少，开补血又盾，我们的起司还在继续加我的最大生命。好过，然后呢，直接给我铁簪，好吧，我们就是要铁簪，要铁簪，狙点吗？哦，这个点戳的可大力了，真的，那戳的可大力了，狂战士之魂，巴沙达罗鲁不是，再加一个包包，我用一根这个打天下，两只猪。锤子暂时不需要。打造物品时生成一团火焰，每一个有打造的物品，哦，合成过的物品，这个太好玩了。虽然说老实说，我玩到有点小累，但是我难道眼睛现在有点小累小累的。喝水，加盾，45层盾，我没有多的盾哎、欸，这样老实说挺亏的。有点没味了，说，对啊，我完全靠铲子哎，不是啊，我要的那把剑呢？先敲你啦，先敲你啦，龙爪，这个等一下再说，真的没位置了。我刚刚挖到会员卡，这么香哦、喔。好，我们先变，然后加速，那现在是耐力消耗 1.275， 其实挺少的，还是挺多的啦，没有消耗很多，没有减掉很多，但他活生生把对手给敲死哎。哇操！这把铲子比对手的神装还强哎、欸！这不是我要的画面。然后呢，神级或特别的物品。哦，这个是特别的物品，是不是？哦哦，反弹八次减益，反弹哎、欸，反弹哎、欸，反弹减益感觉就很凶。哇靠，这是什么？又礼物不获得金币，更高价值的物品，随机获得50%增益。然后呢，向对手施加40%，我只能反弹80%。哇，我觉得完了。冰霜护甲获得45点，对手施加40%，每4.18秒消耗10%，四周2整。然后我有没有办法减？我有没有减益？我有没有减益？没有减益我就完蛋了。然后我的这个丢很多，但是我也没有那个，哎，我的奶肉有点可怜啊。我的水喝完了，但是他现在把我的这个护盾打掉才可以。我们这个铲铲持续的在输出当中，很像活生生的可以把别人输出掉、欸，哎，这是认真的吗？真的呢！哎，这把弓啊，这什么弓？剧毒短弓，它是加什么东西才可以变成剧毒短弓？我还是看不出来。哇，敲掉了呢！来，走吧，还是靠着一根铲子打上去、欸，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画面啊，老实说，包包，哇！我用兔子好像没什么用，没有一个宠物，没有一层增益效果，耐力回复7%，获得一层，对啊，我这个应该没什么用，这个是尖刺盾，煤矿没合到，怎么今天要什么没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太扯了，可以吗？哦，好像。好像，然后我现在有这个龙鳞铠，进入狂战士时获得40点，受到的伤害减少15%。所以说，那我这边又要瞧一下，可以帮我加速一下。如果到时候速度起来，会员卡右上的水要换一下吗？哦，会员卡。这样，忘记了，这样全部都有了。大剑，剑啊，你在哪？剑啊，剑你到底在哪里啊？剑，我都玩到这里了，你怎么还不出？我都已经玩到这里了。
赶快出一个剑啊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来，走吧。不是骗我的，账号的原主人跟我说，你不就是账号的原主人吗？不然那个账号是谁的？对吧、啊？对吧、啊？对吧、啊？会员右上角那个水要什么没什么的游戏太难了，魔法卷轴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这就跟动物是一样，最大使用次数3，没有一个冰的物品不包括增加使用次数1。哦，我有盾了，然后我全部上了，然后我的体力还没有消耗完，然后我的惨餐，哎呦，感觉我这一局应该会输哦，这该输了吧？我的惨餐好像有点强欸，然后我的体力没了，我又靠惨餐去把别人麦死了。哇操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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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第一条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吧？真的呢？我靠一根铲子，哈？哈，他的攻速也没有特别快啊，老实说。好，四阶，然后又这个钻石，我还没有宝石盒哎，先给我吧。八块，这是吸血的，好像也挺不用了。铲子太强了。需要砍、欸，其实我那些火焰都可以拿掉了，每三秒15%，再一次，欸，不是，我真的，再一个龙鳞铠吧，这样我片要怎么讲？哇，巨大三叶草，这个幸运一开始它没有跌到20点，它40层真意还蛮扯的。然后我们血量一开始有点扣，直接补到200层，全部灌上去。这一颗还没喝掉，老实说，这一罐挺亏的，等下就把它卖掉。反正这一罐是打折的，打折都不亏。加速，我们的起司1.9秒喷一个。然后呢，好，回合胜利。然后给我这个，不错。哎，加速一下。然后50%偷取真意。几率在暴击时抵御一个，有散发几率在暴击时抵御一个减益效果。对手生命值低于30%时，恢复50点生命，并获得5层。哇，这会不会太强？这个是5块钱，哇，4块钱的假！我操！哦干，你终于给我了！哦干，你终于！我的天啊！14块。这个麦是5块钱、3块钱、8块、11块、12、13、14，好，卖掉了，卖掉了。哦，终于哦，哦，玩了这么久多年，我都快忘记我这支影片的初衷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把锻造锤都被我放到世界的旁边了，锻造巨剑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什么都来了。什么都来了，什么都来了，哦，真的快忘记你了，说，真的是快忘记你了。然后帮我加一下，然后呢，加一下，速度能不能就再顶一点点呢？来闹，一定得放，这个大蒜是挖到的。12% 的几率加6点伤害，很像也不需要了嘛。吸血、火焰也不用了啦。对啊，这个可以放这里。我们来看看他有多强吧，他到底可以变成怎么样？然后我们的副战很像看了一个东西，忘记关声音了。哎，不知道，应该是有听得到的感觉。好啦，也没东西了，真的，这个还能吗？我还能够再放啊？不行了，不能够再放了，不能够再放了，结束了啦，结束了啦，没铲子啊？对啊，沙子就没什么用了。来哦，放慢一点点，
129,86,初期有点痛，但是这个喝完我们还没有什么宝石。62D火焰 3.25 秒一次，我们的体力其实有点不够，然后到底了。哎哎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这一局干，我用铲子没输过，我他妈的用这个输了第一次。来，锻造巨剑，终于，哇操，他更大把哦。这个武器真的是每一层没有一层这个会加三层。狂战士期间耐力消耗降低至三，冷却降低至三。OK， 哇操，好，反正就放横的，然后我们把所有武器都搞一次。看，我有点恨这把武器，老实说，这个时候锻造的好像还不是很多，真的还没有到很多。哦，沙子可以丢掉了，沙子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这个等一下哦，慢慢来。我好像还有14块，其实我钱还挺多的，我可以也给他加速一下了。耐力消耗降低，这个全吃，锻造锤再留着一下。我好像没有哇龙鳞铠啦，先刷一下。哇哇，其实哇还有七颗欸，还有六颗欸，这个就先放嘛。然后呢，然后呢，火焰猪猪欸，其实我的东西还挺，对吧，这些老实说都没什么屁用，对吧，对吧，老实说都没什么屁用。尤其是再带一个走，对吧，就宝石放一放。并获得一层击中对手时，那就全上哦。好，没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没有很把握？刚刚的锤子好像，刚刚的铲子竟然让我比较有把握。耐力消耗五，狂战士之怒期间会加强，然后他的伤害会加二。没有一个打造的物品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加十四。七三十五，我的耐力会再消耗更少。嗯嗯，消耗三四十五趴。好了，走吧。再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要见真章。来哦，对手很多哇！开局直接一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他的那个伤害。欸，他怎么，哦对对对，这个这个这个。然后我们一刀下去，再一刀锻造巨剑，开局直接 3.05， 我们还没有来到狂暴，我们开下去了 100D 102D 再一次 95D， 还有没有，我很像砍不掉哦，我没有那个蓝色的宝石，如果有蓝色的宝石很像可以。有了狂战士之怒，我们的耐力消耗挺低的，有了哦哦，有啦有啦，我总觉得这个锻造巨剑要蓝色宝石比较香。欸，没有蓝色宝石，老实说我觉得挺微的，真的。啊，我的神灯很像，欸，神灯没有下去，对，神灯没有下去，但是还行啊，还行。 OK， 来走吧。会员卡要不要碰到大剑手柄？需要吗？特别的物品，神级传说级别反弹两层，特殊物品反弹增加十次，应该是不需要啦。对啊，他没有加强什么能力啊。对啊，有盾呢，欸，这个是头盔嘛，对不对？每五秒减少 25% 的伤害，获得20点，武器伤害加20。感觉我是不是要力量手套才对？如果再给我来一个力量手套，感觉应该会很凶。哎呦，有了啦，结束了啦，这要怎么输？这个可以卖，这些卖掉。
有没有机会？先给他合成一下。移除对手，施加毒，不用，帮我补血，加六点，额外一趴伤害。再来，有了有了，哦哦，最后一刻还有这个东西，有没有那么开心？有了有了，给我香蕉就好，给我香蕉就好。我这香蕉还塞得进去吗？我都觉得我香蕉应该是没有办法塞了，塞下去，好了，稳了啦，都有这个了，都有这个了，我甚至连这一把都可以卖掉了，应该可以卖掉了吧？哎、欸，四块钱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好了，好了。我们把我们狂战士之魂的铁匠把他的武器给卖了，不用了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这边等一下要锻造两个，加速加速，嗯，刷一下，有五块钱，我没办法再生出五块钱了吧，一二三四，有欸，我还生得出来，我这个火焰挺赞的耶，一二三四五八秒，然后加上原本的五秒，总共就会是来到了九秒。兔子没有必要了，顶多就来一个神灯。好，走吧，这还能，我好想要遇到彩虹黏黏哦，能不能给我来一个彩虹黏黏？什么叫做打虫虫的游戏？哪一款？早安 ，Cap， 乾坤啊，没有改完了。塞菊花塞完了，看你要塞哪里，居然到四十个小时了。我们现在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我们就让这个世界，慢慢的一秒一秒的度过。对对对对对，该做什么继续做，该玩什么继续玩。然后我们这边有点危险，168，狂暴起来了。我们的秒伤是58滴，再一刀再一刀，最后一刀。最后一刀，过了过了，好，然后给我两个火焰，然后又给我这个，那就加吧，那个吸想要没什么用了，11块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第二个神灯，其实空间还是挺多的啦，真的。空间还是挺多的，这把剑我们已经给他玩到底了，然后最后来了一个双凤凰，单减一，腐败头盔，出局就把我打到半血，但是我们第二刀下去，再来一个蛮三刀，蛮三刀133盾打掉，但是没有抽，第四刀好了，他第二条命了，再来一条 1.95 一下，然后我们只要 1.62。再一下，再一下 ，ging 哦 ，ging 哦 ，ging 哦！你没有暴击啊，你只有命中率。哇操！你他妈还可以再补一次？不是，干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啊啊！他有双啊！靠背！我这该怎么活啊？除非我要拿到一个补血的，35%补200多滴，我还可以再站一下。哇，终究是双复活欸，双复活还是有点可怕。哇，不然就是我要100%啊，100%的切坦。结束啊。我总觉得这次克劳德的进化那把剑很像没有很香。总觉得没有像初期那么的简单暴力了，就是他已经够简单暴力了，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太适合这把简单暴力的武器，但是还行啊，还行啊，还行啊。